兔兔在一家中国餐馆，他来这吃饭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啊，你好，客人，这是菜单，请问你来点什么呀？我要一份西兰花，一份土豆，再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，两碗米饭。好，一份西兰花，一份土豆，再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，一共是48块钱。好，这是钱，给你。好，谢谢，请稍等。